大家好，我是李兰迪，我来邀请你和我一起开启夏日第一场艺术之旅了。6月24日至7月3日，画廊周北京正以共享为主题，与30余家参展画廊和机构共同在北京呈现精彩绝伦的当代艺术图景。快来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当代艺术展览，近距离感受优质的艺术作品吧。祝贺第六届画廊周北京圆满成功。